吴少岩生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，卒于淳佑十年1250年，享年64岁。唐代朝阳县令吴隐的第八代孙，朝阳芦溪村人。吴少岩自幼聪明好学，饱读诗书，学识渊博。嘉定元年1205年荣登进士，授弼公郎之职。由于才貌超群，被赵皇叔选中，由皇帝主婚，娶赵氏郡主三、郡主七两姐妹为妻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双骏马。吴少岩任职期间，倾心报国，督军抗击元兵入侵，保卫临安达20余载，是有功于朝的人物。在京师辅政期间，立场兴农桑益民生，关心民间疾苦，为官清廉，惩治腐恶，受到民众尊敬。晚年退职回乡后，将御赐建地公府巨款捐于公益事业，以助学兴教，还施田260亩，为乡人所赞誉。吴少岩教子有方，子孙皆成才显达。明万历年间，任朝阳知县的吴万全为其宗祠题林月父进士子，进士父子共登龙虎榜，祖师田孙师田祖孙同列中一堂。据史料记载，南宋嘉定元年骏马吴少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双骏马，但他的事迹却少人知道，现简介如下。吴少岩才貌超群，博得百官赏识，特别是被赵皇叔选中。赵皇叔奏知皇帝要把郡主三许配进士吴少岩，皇帝准奏。但郡主三未见面，却不同意下嫁进士。赵皇叔再三劝说无效，只好由郡主七顶替。第三天，吴少岩过赵皇叔府相亲拜访之时，郡主三从帘里看到吴少岩的才貌，有所动心，当即央求赵皇叔重奏皇帝准许配约，得准后也同时拜堂成亲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双骏马，并被朝廷授弼公郎之职。